一分钟开奖啊，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运气在了90%。第二点，你需要知道你要什么时间点应该做什么。来，打的间接往他下面走，别让他打弱点就完事了。嗯，戳他一下，死了。三线走来，谢谢莫忧的飞机，还有40秒开奖啊。没回去啊，这是吃了屎。运气不行，你看。我也没法跑了，回不去就回不去吧，运气不行啊，这就运气不行。差了1秒钟。谢谢龙骑士牛牛和莫忧的飞机，还有10秒钟啊。前面送的飞机我建议最后可以补一手啊，这样中奖概率大一点。先译一下，打一下骸骨。谢谢亲叔叔的飞机，他二了，我们一级，这先不打啊。刚才骸骨没打掉，因为他没掉血。要跟人拼，要跟人耗血怎么办？首先你得先把他骸骨给他打掉，你不给他打了，你打他基本不掉血。那个剑姬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来插个眼儿来，他可能要戳我们这波啊，往弱点的右边走，这波先升三再跟他打，没有 W 不好打。一上来，好，他把 W 给用了，可以拼了，来四个药 A 接 Q， 他不敢打，那挺好。这波可能有打野，但是不怕。这种没有 W 还跟我们拼啊，没关系。嗯，你干啥呢 ？A 吃药 ，A 走位 ，A 接 EQ 走，吃小饼干升级 W 接平 A。谢谢妞妞妞，妞妞妞。这波就要。有细节了，知道吧？这边的细节，好，这不打了，直接 W 往右边走，他没有意义，我估计我应该死不了，而且马上我弱点消失了，再勾引他一波，我上午就回家了。先来个药瓶，伏牛守护者。刚才蛤子踢我，其实有点运气成分，我都不知道因为啥他踢着我了。正常的我应该是在小兵后边，他踢不着，可能小兵走了个位，空一手线。让他戳，抽一下，平 A 走位，再 A 一 A 接 W A 接双 Q， 没有打到我弱点啊！这乱拼，
我这把可以一次不死，从现在开始稳健，可以一次不死。让他打来，打得好了，这波怎么办？先伤蛤子，一出蛤转起来 A 接 Q 再转，吃个小饼干接个 Q， 你们嫂子的表现应该就是此时此刻你们的表现。回家了，2220，差60块钱怎么办啊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。差30，喝口汤吧。刚如果先杀剑姬，就没办法双杀了。刚如果先杀剑姬，他有挡技能，他至少能控我两秒，能让我两秒钟打不出来伤害，那就没有凯旋，没有凯旋我们就打不死，没有多少蓝。我们7分钟三项了。他居然升6了，不可思议，这都能升。好，塔下耗血啊，等防御塔 A 出来的时候，耶，我们再 Q 他，这样呢塔就没办法打我们啊。这是细节，这波就不够细节，但是如果一直太细节，我说实话有点累，太细的话就太累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就随便打一打就得了。你要想上分你就细一点，把这弱点刷一下 ，Q E 平 A W 还不放，放不放？别急啊！要踹我回去，那都没有用啊！这没事，我死不了。他踹我回去，那防御塔打不动我。没用，我没有防御塔仇恨，他第一时间不会打我。这个剑姬很有可能这一波有传送啊，因为他第一波传的，这一波很有可能他有传送，但是我不怕，知道吧？我不怕，哎，打不了往下走。别，银马，银马快来，银马，我跳弹，银马来慢了。银马来慢了就别打了，银马。哎，银马是改东西了吗？他有闪现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再不打完我吃饭。改特效了，我寻思他 Q 加姐自编呢。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让他直播前，你看，这波我已经算到了，他有传送，但是我没怕，正常应该怕一怕。哎呀，我也不对，你这个确实是无所谓的。要杀了就完事了。这边的蛤子啊，很有可能在右边，在蛤蟆那个位置，所以说我们呢往左边靠点。啊，他没在。那我打你个蛤蟆吧，既然你不在的话，我再打个峡谷先锋。说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打甲骨先锋的时候要过来野我？说为什么？啊，说，为什么不说？敢过来野我？让我来，我在这等他啊！我在这等他。十秒钟之内他不出现，我回去重新打。耽误我时间。为什么要野我？给我踹飞了。正常是不应该再往左边走的啊，因为他们肯定两个人在那儿，但是我不怕。这边小失误了，先把这妖精杀了，走位，点燃接扣接闪现。好蛤子过来，平 A 蛤不得 A， 一小兵，蓝枪来了，没事，他没有闪吧？回头扣他一下 ，A 四 E， 这没办法了，他有挡的话，那就没招了。到的，漂亮。给我下当多少钱？300，还行吧，不是很贵。我出个破败。给那蓝枪挡一下子，我到了啊！
那个，哎呦天哪！我因为我遇到他了呢，我刚才打个喷嚏，我眼睛一闭，我没看清。中路没了，去拆下吧。这种时候就不要在中路待着了，中路待着就没意义。当然你要想狼，非得要打一波那也行。在拆下的时候注意中路几个人啊，现在是三个人，来两个能不能打得过我们？不能。现在地图上没有人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全部都过来找我们来了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跑了。原来你就打吧，此时此刻他们还不来下路守塔，那我们就继续拆。拆塔游戏，没蓝了，我撤了，我去打红去了。不知道他们基地三打五能不能打得过吧？我估计肯定够呛。出西兰刀，其实我就应该出魔七。来一波一 v 五啊！再跑一会儿，给我踹塔里去。25我也要。